passiontimes.hk。有实际有姿势，发掘最新画技，光亮大才把智慧，创造性真估计。每个礼拜一至五四点到六点。国立大台现在开始，国立大台时间，喂，今日呢有个黄杨达啦，有七叔七六二啦，有彤彤啦，咁样，彤彤啲个咩嚟嘅？水準，哇！你水準大過你，仲有就係倚橋啦咁樣，我哋都係台面幾多嘢，又風扇又水樽咁樣，你哋又玩具啊嘛，大佬好熱啊 ，OL 啊，OL 翻工咁樣，你想擺部機喺度睇劇？在度睇劇集嗰啲咁樣，加埋就係啦，嗰個玩具嚟。誒，收到貨金喎，貓貓已經揾翻啦喎，煩請大亨上香還神，感謝天后娘娘保佑。誒，高興啦，高興啦咁樣。咁我唔見咗一日啫，我琴晚就喺 flat 見到佢嗰、那個嗰、那個嗰、那個尋貓相，跟住咧就今朝見到貨金，誒，跟住咧上埋香咧。而家咧就誒就揾翻啦，好高興。喂，咁啊，喂，其他人都有啲高興，貨金就更加好啦。咁樣，喂，大家出俾啲反應，睇下聽唔聽到，睇唔睇到，睇下節目有冇出到街，嘅貨金吧 work 唔 work 咁樣，咁樣咧就大家咧就誒多啲俾反應咁樣。今日咧就講網啊。講網紅啊，咁樣咁咧就誒睇個片先啦，睇個 trailer 先。喺呢個就係絕世 KOL 啊，咁樣咁樣咧就最近就大力推啦，咁樣誒。但係我今日就唔係想講佢好唔好睇，因為我係未睇完，我咧睇到第八集，但我真係忍唔住講，係我忍唔住講唔好睇係咪？唔係佢又唔係唔好睇嘅，佢 OK 嘅。佢 OK 嘅咁樣，我想講咧係我想講即係我覺得我同個世界價值觀有啲脱節，就係我覺得個女主角好撚乞人憎，我覺得女主角超乞人憎。點解我覺得個女主角超乞人憎咧？咁樣就係佢其實咧即係個戲咧話就話係講 KOL 啦，佢都係真係講 KOL 嘅。咁如果甚至乎其實咧，Netflix 拍 KOL 劇咧，或者 KOL 題材劇咧，其實咧呢套已經第二套嚟嘅，其實唔知係第幾套嚟啦。之前就係卷川實花嗰套咯，卷川實花嗰套華麗追隨咯。咁華麗追隨唔係好網紅嘅，結果而言，即係結果而言，華麗追隨係女人劇嚟嘅咁樣。咁而呢套咧就係 KOL 啲咯，但係嗰個 KOL 佢嗰個 KOL 嘅圈子係富豪圈子嚟嘅，即係嗰班 KOL， 即係講一個女主角。啲成功嘅 KOL 定係唔係啊？嗰班人本身係有錢嘅，即係嗰班人本身係有錢人嘅環境啊。其實古仔唔係你話 KOL 又得嘅，嗰班人係做 KOL， 但係其實嗰班人之所以係 KOL 係因為。屌佢又係嗰啲霸道總裁啊，跟住然之後又係名富二代富三代，咁其實個 pattern 咧就係 gossip girl 嚟嘅，事實上係 gossip girl 個故仔嚟嘅，就係一個冇咁有錢嘅人，咁啊跟住然之後就投因為各種嘅關係啦咁樣，咁啊跟住就投即係接觸咗呢個圈子，咁啊但係佢嗰個理由又唔麻麻地咧嗰個理由，即係佢話嗰個女主角本身係。細個係有錢嘅，咁但係家道中落破咗產，咁跟住咧，然之後咧，佢細個做喺學校做佢跟班嗰條女咧，就已經變咗係幾十萬 KOL 啦。咁啊點知咧就遇翻佢，就誤會咗以為佢仲係嗰個有錢女，於是乎就拉佢諗住一齊出席活動，點知原來佢就冇錢嘅咁樣。咁啊跟住但係誤打誤中啊入咗個圈子啦。咁啊跟住然之後又係有個神秘嘅 account， 又成日喺度爆佢哋啲料啊咁樣。咁成個 pattern 根本就係 gossip girl 嗰個 pattern 啦咁樣。咁但係 gossip girl 合理啲，因為嗰個有間學校，咁你大家 visa。特步啲啦，咁樣即係雖然去到最後 gossip girl 都係好撚閪嘅咁樣，咁啊，但係我最想講嗰樣嘢咧係好撚乞人憎嗰個女主角。點解咧？
我一路睇一路覺得好撚乞人憎。佢係齊集曬所有我憎嗰啲咁嘅元素。閪女人。簡單一句就係憎人富貴厭人貧。我好撚憎呢啲憎人富貴厭人貧嘅角色嘅，但係我已經唔記得咗，其實呢啲係咪主角嘅 character 嚟嘅咧？咁樣，即係咩叫憎人富貴厭人貧咧？佢就係、是一開始講個女主角咧，係話佢即係佢成個故仔所謂嘅網紅網絡世界，全部都係環繞 Instagram 啦咁樣。咁啊佢又講個女仔係冇 Instagram 嘅咁樣，哇！咁你好純品啦、啊，係咪先？一個現代嘅女孩子冇 Instagram。31歲嘅，但係嗰個女仔31歲冇 Instagram 咁樣，咁啊跟住然之後咧就可能出頭有啲女鳩，係啦，根本就係喺 OnlyFans 好撚活躍，屌個老味，佢唔係佢話冇用 Instagram 咁樣，咁係即係我理解冇用 Instagram 即係冇上網啦咁樣，唔係嗰個世界觀好撚難，即係喺現代喺而家呢一個咁樣嘅而家呢個時刻嚟講好難去。理解嗰個代表啲，冇用 Instagram 代表啲咩啫？其實冇用 Instagram 咪冇用 Instagram 咯。你有冇啊？你都有 Instagram， 有但係都好耐冇 update 啦。你係咯，你都係耐唔耐先喺度 up 下嗰啲咁樣啫嘛。咁啊 ，Instagram 又唔係一樣制霸嘅嘢，即係我唔知你即係唔知。曾幾何時係喺某都仲算唔算咧？我諗有六七年啦，即係 Instagram 制霸都六七年啦。而家唔能夠升得上制霸，仲係龍頭咯，我覺得。即係 Instagram 嘅 follow 啊，佢呢套唔係八婆劇嚟㗎，佢唔夠八婆啊。有人話係，即係如果佢係八婆劇嘅話，我就會好撚中意嘅，即係成班人喺度七嘴八舌嗰啲歌。佢唔係啊，佢哋成日咧好撚有氣勢咁行嚟行去，搞到我 1.5倍速睇。咁佢成日好撚有氣勢，跟住然之後，但係抌本嘅，靚嘅，咁啊，咁但係因為你係韓劇啊嘛，你韓劇靚就梗㗎啦，已經有少少即係基本嘅咧，大製作嗰啲咁啊。你買顏色一定靚。有少少同埋啲名牌真係名牌咯，咁樣咁係咁呢啲又有少覺得梗㗎嘛。其實咁啊，即係因為韓劇啊嘛，咁跟住咧，唔係我講翻嗰個角色點解會咁乞人憎？佢咧就嘗試去塑造咧，即係嘗試去塑造嗰個女主角咧，好清純、好秀麗咁樣，咁就我唔中意呢啲追逐名氣嗰啲嘢，你哋成日喺度嚇。即係喺度睇住你哋啊！成日喺度 follow 啲網紅，成日喺度 follow 啲人，你哋唔攰嘅咩？咁樣脱俗啊！佢好脱俗噶，佢好脱俗噶。咁但係咧，佢脱俗嗰個位係點撚樣咧？佢就係、是、佢覺得你哋咁多人喺度 follow， 好無聊。人哋食咩關你咩事啫？人哋著咩點解你要跟住著啫？咁樣咁直至到乜嘢咧？就係話有咁多 like， 有10萬 like 代表咩咧？10幾萬 like 代表咩咧？咁樣冇嘢噶，係咪先？呢啲嘢都係虛幻嘅嘛。咁樣直至到佢發現就係、是、咩話？原來佢一個原來個 post 就賣撚斷曬啲貨㗎。佢一個 post 嗰度就賣撚曬幾萬件貨啊咁撚樣。跟住佢隻眼即刻碌鳩大咗，我屌你老味！咁即唔係脱俗啦？我屌你老味！我屌你老味！原來即我捉摸唔到呢個人物係乜撚嘢？即佢又嗱，佢又即佢當然佢有嗰啲原因啦。佢屋企家道中落啦。跟住然之後佢自己又冇書讀啦，中學畢業啦，成日頻頻撲撲周圍去賣化妝品啦咁樣，咁啊跟住就即係做 sales 嘅咁樣，咁做 sales 咪做 sales 咯，係咪先？做 sales 就應該做 sales 就應該就中意就做 sales 就應該即係更加對呢啲嘢觸覺敏鋭啲先得噶。佢唔係喎，佢話你做 sales， 但係佢又好撚離地喎，又話唔上網，又唔成，又唔知網紅係乜嘢，咁啊跟住又要供個細佬讀大學，跟住一發現咧，喂！嘅同個舊同學出入咗幾次嗰啲咁樣嘅網紅場合之後咧，跟住咧就覺得，係喎，真係原來個號召力咁大喎，咁樣跟住左諗右諗咁樣，咁啊跟住咧，然之後係啦，跟住咧就咩？因為有人發掘佢，有人就話你個樣都幾好喎，咁樣，同埋你係頂流網紅個 friend 嚟㗎，咁樣，因為咧佢因為其實就係因為喺啲 KOL 聚會度嗌交，咁啊跟住咧，然之後就有人認識到佢，跟住即係有人睇到啲片，呢條女幾靚喎，嗰啲即係網上並唔成咁樣嘅，即係等於而家台灣嗰、那個。那個業主同埋嗰個租户嘅糾紛咁樣，跟住見到個租户好大波咁樣，跟住話曬係業主錯啦，屌你即係類似係咁樣。咁啊，跟住又跟住咧就佢又一路咧都好脱俗咁樣喎。咁啊，一路都覺得你哋真係好虛妄，你哋真係
追逐啲虛無縹緲嘅 like 咁樣。跟住咧，然之後咧就唔知有一次同已經決定咗做網紅啦，即已經係開咗好啦，佢都忍唔住開撚咗個 Instagram account 啦咁樣。跟開咗 Instagram account 咧，跟住真係好多 follow 喎咁樣，跟住 follow 咧係咁升係咁升。咁去到啲 follow 係咁升嘅時候咧，跟住咧佢又跟住咧就唔知同啲friend。同嗰啲唔係 friend 嘅，即係佢睇唔上眼，即係受咗氣咁樣啦。即係佢做少少啲開始出席啲網紅活動，就喺個網紅活動上面受咗氣，就俾人冷眼。咁跟住咧，然之後翻去咧就發神經啦，半夜三更就喺度出 post 地圖炮，就喺度話：喂，你哋唔好咁樣成日又嗌我公主又食，我唔慣呢啲，我唔中意，我唔中意 like 嘅，我唔中意 like 嘅。呢啲 like 有咩意思啫？有咩價值啫？有咩大家自己有自己生活啫嘛？咁樣跟住就嫌上啦，俾人屌啦，跟住嫌上俾人屌。佢自己好撚勁咁樣喎，佢自己好撚勁咁樣喎。跟住咧，然之後咧就出完個 chat， 跟住出完個 IG post， 跟住出完 IG post 咧，跟住瞓覺喎。跟住咧第二日嫌上啦，屌我場戲真係睇到我眼都突埋。屌咁你自己話唔撚要 like 噶嘛？你自己話叫人哋唔好當你係公主噶嘛？即係佢就可能特登要。寫到個角色好矛盾，佢真係太矛盾啦！佢太矛盾，佢第二日見到自己嘅 follower 係咁跌嘅時候，佢又好撚驚恐喎，佢好撚驚恐喎，佢好撚驚恐自己 follower 係咁跌喎。佢唔想要 like 嘅入邊嗰句係我想要錢。佢事實上都係想要錢。係佢唔想要 like， 你幫我換翻做錢。所以呢啲 character 好唔討好咯。唔係啊，但係我覺得，但係唔係喎，我見其他人睇唔係咁嘅評價。係咪好討好？我覺得，屌呢個角色咁撚黑人憎，應該係應該嚴上屌鳩佢嘅呢啲戲，即係呢套戲所謂好睇，我仲喺度諗緊，係咪特登寫一個咁撚閪嘅角色嚟到去，即係你可以噶嘛？即係你特登做一個比較負面嘅角色，或者係比較好矛盾嘅角色咁樣，佢唔係喎，佢一個正氣角色嚟喎。我未睇到 ending 啦，咁但係佢都傾向係正氣嘅喎，都傾向係脱俗小仙子咁樣咯，即係唔係好脱俗，即係佢同埋咧佢成日咧掛喺嘴唇邊咧，就係話人哋即係係都好撚哈利世代嘅，嗰條八婆好撚哈利世代，佢係成日掛喺口唇邊咧就話人哋，你哋呢啲係虛假嘅。你哋啲係建築喺虛妄之上咁樣，我自己咧就要喺呢個世界入邊憑實力，憑實力就去爭取到自己。我睇個劇咁撚耐，我睇唔到到邊度憑實力。我淨係見到佢一見，總之咧一窮咧，即係佢即係又起又落咁樣啦。其實劇情都上上落落嘅，都緊湊嘅，只不過因為。即係我哋喺呢個世界生活得耐咧，即係呢啲我哋好撚 expect， 好撚 expected 啦咁樣。咁佢譬如一跌粉啊咁樣，或者俾人嫌上啦咁樣，跟住佢即刻世界大崩潰啦，好撚恐慌啦，跟住周圍去又去求助，即刻變咗悲情女，即刻變咗悲情女，即係變咗悲情女主角啦，即刻咧係係啊，好撚悲情，即係全世界針對佢咁樣啦。你一個一個針對我，你係睇我唔順眼嗰啲咁樣。哇！到自己 hit 嘅時候咧，到自己啲 follower 升嘅時候咧，跟住咧又懶係唔在乎咁樣喎，又覺得呢啲好虛妄嘅啫。講話唔在乎，其實好撚在乎。呢啲嘢其實好虛妄嘅，大家唔好太在意。我哋都係做翻自己嘅實業，我哋都係建立自己嘅品牌嗰啲咁樣。咁但係佢所謂建立自己嘅品牌，即係佢出完個地圖炮，話大家唔好喺度喺度追逐 like 啊，追逐流量啊嗰啲咁樣。哇！跟住然之後，哇！自己佢有個 gossip girl 咁嘅角色，即係有個神秘 account， 跟住有個神秘 account 就關心佢，跟住然之後就幫佢帶風向，就幫佢出 post 帶風向，跟住。風向一逆轉咗咧，哇！跟住佢即刻咪收曬啲人哋啲代言啊、贊助啊，跟住影相啊、打卡啊嗰啲咁樣，跟住就扶搖直上啊嗰啲咁樣。跟住有個霸道總裁嘅角色咯，有個霸道總裁嘅角色。咁個霸道總裁咧就即係好有錢嘅，佢做咗場戲咧好撚誇張嘅，有一場戲超誇張，就係講咧佢跟咗個霸道總裁。第一次去霸道總裁屋企，咁啊霸道總裁咧，行翻屋企，咁跟住咧，佢屋企嘅工人咧就會喺後邊跟住佢，即係你翻屋企係咪咁樣嘅？會唔會有個工人跟住？跟住行翻屋企，跟住工人咧就會喺嗰個門廊嗰度跟住佢。嗰個霸道總裁一路行嘅時候咧，佢就會捕捉一個機會，就等佢咧唔需要停低，一路行嘅時候都可以幫佢除到對鞋。哦，咁樣，咁啊跟住就。跟住佢就好驚訝啦，就話：你做乜鞋都要人哋幫你除？
仲要人哋幫你除鞋，你都停唔低咁樣。咁跟住咧，但係霸道總裁咧就講咗一番説話咧，非常之有道理。霸道總裁就話：我細細個就係咁，我屋企有錢，我細細個就係咁，我著鞋、著衫、除鞋、除衫，全部都係有人 serve。我直至後來大過咗，我先知道原來呢個世界其他人唔係咁。咁我知道喺你眼中，你係覺得我好似殘廢咁樣，即係你頭先即係我即係同等喺你眼中，我係殘廢咁樣。我初頭都覺得有啲唔舒服，但我後來諗通咗一樣嘢，就係、是、如果佢哋唔幫我除鞋除衫，佢哋咪失業咯。咁樣先就我掉垃圾，唔係邊人掃街啫咁。係啊，所以我慢慢咧就去適應咗呢個生活，因為冇辦法，我即係唔係冇辦法，即係我屋企嘅生活就係咁樣，咁我咪接受呢個狀態咯。我接受的狀態，而他們是以此為生，而他們是專業的嘛，他們是專業的，他們是專業的 servant 來的嘛，那他們就做他們專業的事，我就去做個專業的工作，因為我就是，那我沒辦法，我投胎投得好，我就唯有享受這種生活，這樣，那我覺得那個霸道總裁說得很有道理，但是呢，那個女主角就說，我沒辦法接受你這種人，這樣，跟然後，就，總之呢，有錢又不能得的，在他眼中呢，窮又不能得。有錢又唔撚得，有錢嘅人咧就虛偽虛妄，窮嘅人咧，但佢又唔可以窮喎，佢窮又崩潰喎，佢窮咧佢又痛苦喎，佢窮佢喺泥沼入邊掙扎喎，咁但係咧你見到有錢嘅人咧，你見到有錢嘅人譬如咧佢好多嘢咧都好撚怪，佢咧好撚監人奶喉，譬如嗰、那個好嗰、那個那個霸道總裁約佢食飯咁樣，那個霸道總裁約佢食飯。咁啊，跟住然之後就 book 咗個地方約佢食飯咯。咁佢咧就同個佢自己有個窮孫嘅朋友，即係佢自己窮嘅圈子嘅朋友。咁啊，佢啲窮嘅圈子嘅朋友咧就因為佢哋做完嘢，唔知攞完貨定係乜嘢。咁佢嘅朋友未食飯，咁我約個霸道總裁食飯啊嘛。咁啊，譬如好似我同彤彤咁樣，咁啊彤彤跟住我一齊做嘢，跟住你約咗我食飯，咁跟住咁冇理由彤彤自己一個人食飯嘅，佢又未食飯，咁你跟埋我嚟啦咁樣。跟住霸道總裁就。霸道總裁就話：，點解要帶個人嚟咧？咁樣，係因為我見佢未食飯啊嘛，咁樣，我見佢未食飯，咁我冇理由俾佢一個人食。跟住霸道總裁話：，但你冇話俾我知嘅，你帶個朋友嚟，你冇話俾我知嘅咁樣。跟住話：，咁好啦，你朋友食飯咁樣，不如我哋 book 咗呢張台就俾你朋友喺度食啦，咁樣，我哋去第二度食啦，咁樣。咁跟住然之後，跟住個女主角就好嬲，你而家即係咩啊？你睇唔起我個朋友咁樣？唔係，我睇到呢場戲，我覺得。唔係喎，咁你係唔可以帶個人嚟嘅喎？你知唔知啊？你哋約我食飯都唔可以喎，你知唔知啊？即係唔可以無端端帶個人嚟嘅喎，你知唔知啊？帶埋冚家嚟咩唔妥？我想講，我係會嬲嘅。我係會嬲啊！你係唔可以唔話俾我知？喂，你帶個人嚟，你話喂唔緊要啊，大家都識，我屌你啊！你事前一人問我，係你問我先啦，大佬。你問咗人先啦，咁樣。你唔好現場突然之間。你咁撚冇禮貌啊！因為我朋友啊，你都唔介意啦，咁樣你咁有趣。喂，唔係呢個問題啊，大佬，唔係呢個問題。我可以同你去交往，唔代表我可以同你成條村人交往啊，大佬。我可以揀嘅喎，大佬。咁啊，跟住個女主角就覺得，你就睇唔起我，你就睇唔起我。咁但係我估個編劇其實應該係想講，我估個編劇係想寫就係、是、個階級啊！我估個編劇去到呢個段落嘅時候，係想寫個女主角察覺到啊，雖然呢個男主角對自己好，但係佢對其他人好有階級，但係唔係咁寫個劇本，咁係冇禮貌啊嘛！我懷疑嗰個寫劇本嗰人係咪好撚窮？係咪真係少少家教，即係少少社會禮儀嘅常識都冇？即係任何一個正常嘅社會禮儀都唔可以咁樣喎，大佬！但係佢就寫到佢，所以我睇呢個戲嘅時候咧，我好撚多地方咧。我覺得佢價值觀好撚扭曲啊！我一路睇嘅時候咧，我就覺得點解女主角咁撚黑人憎嘅咧？但係又寫到佢正氣喎，好撚正氣喎！即係總之見到人哋，總之見到任何成功嘅人嘅嘢咧，都睇唔過眼。所有人都即係呢條撲街，即係稍微靚啲就話人哋做雞。雖然最後翻嬲佢真係做雞嘅，咁啊即係稍微花枝招展嘅人又話佢唔知搏咩嗰啲咁撚樣。人哋揾到錢又話人哋呃錢咁樣，跟住然之後人哋有咁人哋揾到錢，咁人哋揾到錢咁坐嘅食飯嘅地方梗係唔同啲㗎啦咁樣。咁跟住又話佢，你睇下佢食餐飯扮撚曬嘢階級觀念咁撚樣。咁但係咧自己又唔撚窮得。一窮咧又大撚喎，一窮哇唔撚得，呢啲點解我要過咁嘅生活？公平咩？
憑乜嘢？點解我要過呢啲生活？憑乜嘢我要食呢啲喇喳麵咁撚樣？咁啊，即係呢個就係嗰個女主角咯咁樣。咁我喺度睇嘅時候，我就覺得啊，好撚奇鳩怪。咁跟住我就嘗試去睇下有冇人，同埋個女主角係唔撚努力嘅喎，即係唔係佢話就話佢好撚努力啦，但係即係佢所有嘅成功就都係有人話劇本竟然去到咁，唔係個劇本其實好正常嘅。個劇本其實好正正常常嘅，劇本其實好正正經經嘅，即係個劇本咪就係一般嗰啲成功劇咯。你一個草根嘅人，跟住一個機緣巧合，有個際遇，咁啊跟住然之後咧就入到個名流嘅圈子，但又俾人針對下，咁啊俾人針對下，但又你又有啲神仙橋，你有錢仔又中意你，跟住然之後又有啲人其他人幫你，有神俾人幫你咁樣，咁於是乎你咪本身咪一路扶搖直上。咁但係後來，去到最後又有啲嘢又即係大機啊崩壞啊咁撚樣啦。佢最後有條橋咁樣嘅，我又唔知道條橋係咩，我未睇到個 ending。即係嗰個係基本成功劇嘅 pattern 咯，基本成功劇嘅 pattern 咯。但係呢啲咁成功劇，你總會有幾種套路噶嘛？你總會有即係你總有啲價值觀喺度啊。譬如我當你《流星花園》咁樣。譬如《流星花園》的參賽，那個參賽是由頭到尾堅持草根的嘛。嗯，係啊。佢堅持佢草根生活就是愉快嘛，即係參賽是傻的嘛，參賽是黐撚線的嘛，參賽覺得窮才是快樂的嘛，佢堅持呢一樣嘢的嘛。咁係咁你有個 insist 喺度，又或者譬如你不是的，你譬如好似馬場大亨咁樣，你馬場大亨咁樣，咁佢從來都係佢就係癲喪，佢就係癲喪咁樣追求成功。他就是癲喪地追求賭博，又或者譬如好像大時代方展博那樣，那 他除了要報仇之外，他就要找自己的成就感在哪裡，他要找自己的世 界，即是你有一個他有一個方針或者有一個原則在那裡嘛，但是我又看我又覺得那個價值觀很飄移，沒有執念的主角，我覺得 他也有執念的，總之他要紅，要自己他就要紅，他要有，即他總之他要隨心所欲地做到他做的事，但那人家都是的，即你看不出他厭惡的事情和他，你看不出他追求的事情和他鄙視的事情到底個分野在哪裡，你看不到分別在哪裡，即紅就有 like 的了，是的，即是 你大家都是靠 like 靠 like 為生的嘛，他應該沒有這個 concept 不知道是一樣東西，是啊，他不知道是多 like 等於賺到錢的掛勾，還有紅的一定是多 like 多 like 就等於紅，是啊，他不知道這個邏輯，是的，是的，可能是這樣理解，因為他沒有玩過，所以他不知道有這個，他不知道這個，太撚無腦了嘛，屌所以個他一開始咪話咯，見到很多 like 都鄙視嘅，但係跟住見到人哋一個 post， 佢就已經解釋咗啦，佢唔知道嗰個係等於咯。佢有一個好撚好笑嘅，有一場戲咧係佢成班 KOL 咧有一個名人賣物會咁樣喎。咁即係慈善賣物會，咁啲名人咧就攞啲即係啲 KOL 啦，就攞啲可能攞啲 LV 啊，攞啲Hermes 啊嗰啲咁樣嗰啲攞出嚟義賣啦咁樣。咁佢嗰個KOL 嘅 KOL 個 friend 咧就同佢講話，你五點過嚟啦咁樣。咁佢又冇睇個活動詳情喎。他又冇乜嘢，佢以為佢五點過嚟慈善賣物會，佢就以為佢自己都係啊咁，即係叫我參加啦，咁我都攞啲嘢嚟賣啦咁樣。跟住佢就喺屋企攞咗啲嗰啲聖誕節嗰啲咁樣嘅雪球嗰啲波啊，嗰啲咁樣啊，嗰啲座台嗰啲月曆啊，嗰啲即係呢個手機架嗰啲咁樣，即係咁啊走去喎咁樣。跟住去到咧。去到嘅時候咧，人哋都冇預位俾佢，人哋都冇預位俾佢。原來佢嗰個 KOL friend 咧，即係同公司個 KOL friend， 其實叫佢過嚟幫手執嘢啫嘛，即係五點鐘完場，叫你過嚟幫手執嘢。點知你係五點鐘先嚟，跟住仲攞一抽大楞咁樣，跟住嚟到，然之後就諗住自己有得參加，點知原來咧一場誤會，跟住咧自己攞緊嗰啲手機架啊相架出嚟嘅時候，先發覺人哋周圍擺台嗰啲都係 LV。先係全部都係勞力士嗰啲咁樣，跟住忽然之間就覺得好尷尬喎，覺得人哋歧視佢羞辱佢，跟住急急忙忙就收埋啲嘢，跟住，我哋走，喂，我心諗你參加活動又唔撚問清楚，又冇同主辦單位溝通，人哋叫你嚟，
人哋叫你嚟咧嚟嚟到，唔係咁對方冇收辱佢嘅意思。冇，個主辦單位冇收辱佢，即係佢有兩樣嘢嘅。嗱，即係譬如我搞咗個萬物會，我搞咗個萬物會，咁阿以喬同埋彤彤就同公司嘅，咁我就邀請咗彤彤嚟嚟，咁跟住咧，然之後阿以喬咧就臨完場嗰陣自己攞住嗰啲咁嘅手機架嗰啲咁嘅嘢嚟，係啦，咁我見到。咁好啦，我安排張台俾你啦，咁樣。咁跟住彤彤見到佢嚟，嚇、啊、你做咩？你做咩擺嘢？我叫你嚟幫我執嘢咋，咁樣。跟住，但即係人哋個主辦單位都係俾你擺嘢嘅喎，佢先會抄曬啲嘢出嚟嘅喎，咁樣。咁我覺得呢場戲，即係呢場戲又係我諗佢嘗試又係寫話人哋羞辱佢咯。咁但係人哋真係冇羞辱你咧，我覺得。即係你個叫你嚟執嘢嗰個 friend， 佢講得唔清，佢即係佢當然佢係羞辱你啦，佢當你阿四啦咁樣。但係嗰場戲。不是個名流社會羞辱你，那你不問清楚，你又不看清楚個場合那些這樣。那我但是 我想說呢，在我這個節目之前呢，我就看，因為其實這套東西呢它都 hit 的嘛，推得很重要嘛，評論都多的嘛，跟住評論個個都係話咩劇情緊湊啊，首先我 1.5 倍速啦，節奏明快，咁全部都係話劇情好緊湊啊咁樣，1.5 倍速，但我 1.5 倍速，1.5 倍速嚟講都算快嘅，咁咪我懷疑可能全世界嘅人根本就 1.5 倍速。我根本覺得而家呢個時間根本就冇人用一倍速睇劇。係啊，我哋啱啱發現我哋幾個都係 1.5 睇。我好少嘅，我好少 1.5。我好少 1.5 嘅。我同七叔會咯，除非我會飛嘅，我會成段飛，我就好少 1.5 倍速。我全部 1.5 咯，我係就唔飛咯，就唔飛咯。佢即係佢唔好睇咯。係啊，咪因為你 1.5 倍速你睇唔到佢嘅演技㗎嘛，係你睇節奏㗎嘛，佢冇咗佢做戲講嘢嗰個咁咪冇曬演技。雖然我聽唔明韓文啫，但係我知佢嗰個語氣啊，各樣嘢咁貪明咁樣。你一 skip 咗就，啊屌你呢套劇咧就 1.5 倍速，佢嘅節奏啱啱好。佢 1.5 倍速就去翻我睇《黑暗榮耀》嗰個節奏，即係佢呢條女咧要 1.5 倍速講嘢先追到宋慧喬。咁佢就跟住就係咁樣咯，就係倍啊，就係嗰啲啊，就係成即係嗰條女咧，同埋哇，同埋嗰條女咧，令到我一開始就已經好撚唔中意就係佢幾場戲都遲到，哦，佢成日都遲到喎，佢遲。遲到的人都很少成功，我覺得。唔係咁咪編劇咪特登做到一個即係一個啱咯，集合咗你討厭的人的特質於一個 character 度，我都係有心啊呢樣嘢。唔係我，但我覺得佢唔係有心嘅。我你不過算啦，我推介你看有咗憨鳩你，我覺得佢唔係有心嘅。佢係佢譬如佢點解會遲到？佢係遲到，佢係遷就劇本嘅安排啫。哦，即係又要即係要遲少少，係啦，要 skip 咗一啲嘢，跟住因為又要撞到某個人咁樣。哦、但係我覺得你唔可以成日寫講遲到。即係你同埋我會，譬如我自己寫嘢嘅時候咧，我自己寫劇本嘅時候咧，如果個主角遲到咧，我會俾少少理由佢。嗯，即係我一定會寫一個障礙嗰啲咁樣。呢我唔知而家啲人係咪唔會咁樣寫嘢，即係而家啲遲到係 default 嚟啊。唔係你就咁，即係我覺得我覺得你就咁寫一個人遲到，佢、嗯、遲咗。咁佢咪 present 咗呢個人係遲到咯，而遲到就係負面咯。我覺得係嗰、那個，我覺得係嗰個編劇覺得係冇嘢啊，即係呢個世界有人準時，有人遲到，佢咪就咁寫咯，佢咪就咁寫咯。即係佢覺得遲到唔係一樣需要解釋嘅嘢咯。即係我覺得即係譬如如果我寫一場戲，如果我寫一場戲，寫有個角色喺街度打個女人一巴。我一定要解釋佢點，如果佢係主角，我一定要解釋佢點解咁做噶嘛。如果嗰個係一個錯摸，係一個誤會乜嘢嘅話，你唔能夠無端端打個兩一巴噶嘛。咁但係我覺得佢就係覺得冇去打佢咪打佢，遲到咪遲到咯，佢遲到咪遲到咯，佢或者佢有時佢發火咪發火咯，即係嗰個係我，所以我一開始我咪講就，我覺得價值觀同我相距好遠啊。我覺得嗰個社會，即係佢覺得寫一個人遲到係唔使解釋嘅，因為遲到唔係一個。遲到不是一個缺點，如果是講交代是上班上學那些日常的，那遲到都可以不解釋的，但如果是去一個特別的約會，已經是一個特別的地約會，即是溫，即不是，但是遲到一定是一個 character 來的，譬如你那些漫畫趕出門口，那你就變成那個是一個散漫的主角咯，即或者是一個漫畫，給個機會出個 figure 是含了麵包而已，是，都是啦，那還有是，即是他覺得即係你覺得要你係有
某個 purpose 你先至會寫呢啲咁樣嘅嘢噶嘛，或者係唔記得帶嘢，或整唔見人哋啲嘢，咁嗰個都係一種某一種 care， 佢唔一定去到負面。佢唔一定論盡咯，係啦，佢唔一定去到負面，因為成日都遲到的角色唔代表一個一定係一個好負面嘅角色。但我意思係，我睇個嘅劇本嘅時候，佢有呢啲位，但係佢好似佢又唔係想 present 某啲嘢，佢又唔覺得嗰個係 character， 佢覺得嗰啲嘢，佢覺得嗰啲嘢係人人都係咁啊，即係佢覺得譬如憎人富貴厭人貧咁樣。咁如果我要特登寫一個憎人富貴厭人貧嘅角色，我就會特登寫咯。但係我覺得不舒服的地方就是我不覺得他特登寫，我覺得他覺得那些任何正常人看到應該都是這樣的 react， 這樣的反應。即譬如我有時候我們寫劇本都會這樣，即如果你見義勇為是不用解釋的嘛，如果有個人在街上打個女人，你一定會埋去幫，那你不會先寫個心路歷程他幫好還是不幫好呢，樣你不會寫的，因為那個是我哋覺得係一個小朋友跌入井啊，係啦，我哋覺得嗰個係正常嘅價值觀啊嘛，又或者前面有個人跌咗嘢，你就會幫佢執，咁嗰段戲你唔使解釋噶，總之你寫你話跌咗嘢，咁你就會幫佢執。如果你寫佢跌咗嘢，你特登掂行掂過，就反而要解釋啊嘛。咁但係佢呢套劇嗰有啲嘢咧，就係佢令到我覺得，咦？點解你有個咁佢個人咁樣做嘢，你唔解釋俾我聽佢點解咁樣咧？我真係好理解，即係我唯有就係。即我感覺到就係、是，價值觀唔同，大家價值觀唔同。佢覺得遲到係冇嘢嘅，佢覺得厭惡人哋嘅同埋成日去討伐人哋嘅成功咯，成日去貶低人哋嘅成功咯。啲人哋即係佢即係話人哋啲成功有問題，即係話屌你有咩咁巴閉啊？你都係靠黐人啫嘛，你都係靠你都係靠刷流量啊咁樣啊，你都係靠陪客啫嘛咁樣咁。那個是一個努力來的嘛，那種是一種努力來的嘛，這樣，但是他就將那些東西全部貶到一文不值，跟完之後自己就做了，這樣，就是很奇怪，這樣，那就，好不好看不知道，我只不過看完之後有些感受跟大家分享一下，如果你有興趣的話，其實我不覺得特別好看，我不覺得特別好看，我覺得，如果不是 1.5 倍速我看不到，我初頭就是我先開了第一集，我睇第一集，咁我係正常速度睇，我正常速度睇好撚耐，睇嚟睇去睇唔到，唉算啦，我棄劇。咁但係有時上網咧望下咧，啲人又話好睇喎，仲睇佢係咪好睇咧？係啊，咁我又開啦，咁樣我又開，開完第一集冇嘢喎，第一集咧冇料到喎，咁樣樣。睇埋第二集啦。咁睇埋第二集啦，跟住佢有啲懸疑嘅，跟住然之後就話：喂，好撚緊湊，哇，好撚緊湊，冇撚嘢。好，跟住我就決心 1.5 倍速咁睇，跟住越睇越多 ，1.5 倍速睇就見到佢好多呢啲咁樣嘅，令到我覺得。這個主角咁撚黑人憎咧，咁樣冇啦，我就係想分享呢一樣嘢。幾緊貼時代啦、啊？都係緊貼時代，都幾俾觀眾代入到啊！屌，但係佢講 Instagram 嗰啲嘢就好撚歐啦！屌你老味！唔係啊，我啱啱未教完中學嘅，啲小朋友臨尾留 contact 都係攞 IG 啊。唔係，咁個 IG 係主要嘅 contact， 但係嗰個 IG 嘅世界唔係佢哋描述咁樣噶嘛，即係唔係嗰個劇入邊描述咁樣，即係主要睇靚人啊、靚相啊、靚嘢。IG 邊係睇靚相睇靚嘢㗎？而家即係 IG 已經係 IG 係睇靚嘢，係唔係啦？即係嗰個相片嘅世界已經差好遠啦。IG 實質上嗰個運作。已經一係就係、是、一係就黑圖貼長文發牢騷，一係就去咗 view 嗰度喺度做鹹濕短片，即其實已經唔係嗰個。如果唔係點解 fat 我都即我之前又寫文又做咗節目，點解 fat 會令到啲人喺 IG 大逃亡啫？就因為 IG 已經抖音化咗啦嘛，你齋貼上個 reaction 好低嘅，其實個 react 低到爆炸。而家去 IG 去到唔睇 post 嘅啲人。啲 IG 淨係睇 view 同埋 DM 嘅啫，你出 post 冇人睇噶。咁佢咁但係佢嗰個即係佢去描述嗰個營運都唔係嗰個現代嘅營運咯咁樣。我哋呢節到呢度，我下一節同你講講現代嘅網絡點營運，嗰啲脱節到爆炸。我哋講下啲真係緊貼時代嘅。我哋唞一唞，轉頭翻嚟繼續。